你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既然在这里，主啊，就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全然向你敞开，也全然向世界封闭。主啊，这世界在后头，但是主你十架在前头。主啊，你光照我们，知道你是至宝，你是宝贵，你是带领我们进入永生，你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没有你，我们什么事情所做的都如过眼云烟。有了你，我们所有所做的，我们是为你而做，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，也赐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心，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儿女，每一位同工，我们定义跟随耶稣教宗，我们也定义靠着你十架宝血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，不是靠着自己的才能，乃是靠着你的圣灵一路的引导我们，在每一件所行的事上，你光照启示，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凡是不讨神喜悦的，一概的
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靠主的宝血破除砍断断开，让我们的魂结不与那世界那败坏的牵连，乃与神的宝座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启示、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，进入永生的福分连结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悦纳我们的敬拜、赞美和感谢，让每一位来到这里专心敬拜你的人，真真实实的心灵领受，你就与我们相会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也让我们每个星期不论是敬拜赞美，不论借着你的话语牢记在心，还有借着你仆人传讲你的信息，让我们刻在心板上。主，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能量，让我们在新的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，不论我们在家里在工作职场上，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你的话来指引我们，我们能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，活出耶稣的生命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